哎，你好，你好。从这个88年开始，中国有了确定私营经济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源头。93年开始，又进行了一次修改。那么到2004年，开始确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2016年，中共开了一个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的第27次工作会议，明确地宣布要完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以及产权的这么一些意见。整个这套动作做下来，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开始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了，开始完善私有制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经济改革，它是由80年代开始的，在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修正了单一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这么一个模式，把私营经济作为了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同时也是为了分化原有的左派的这个政权。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历史上呢，对私人财产，它其实一直是保护的。有考证说，从周朝开始，王公贵族之间的土地转移，并不需要朝廷的首肯，也就意味着我们传说中的天子富有天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私有制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属于被保护的，甚至我前两天说过，北宋想扩建皇宫都很困难，如果周边邻居不肯卖给他的话，他甚至都不能动用国家权力来进行拆迁。那么我们知道，中共49年建政以后，他们通过52年的人民公社化，把土地重新划归了国有。连土地都不能私有了，你还能私有什么呢？更别说这个土改就是他们发起的。他们摧毁了全国的地主以及宗族，甚至把庙产都收归了国有。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开始搞私有化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管理团队所制定的一系列的规章。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地方的大员是抵触中央的政策，有一些资格老的，甚至发出了自己的质疑。那么，中央当时为了推行所谓的改革政策，提出了2个口号：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还有人记得吗？第二，任何一个社会改革，它都会伴随着腐败。他们当时一直在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腐败并不可怕，它是随着社会发展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的附属品。全国在这个大气候下，在这种宣传下，那么任何一个官员，他也没有办法坚持对抗整个家族的这么一个眼光，来背离上级的精神。拿到钱了，子女亲属获得利益了，他也只能选择闭嘴。邓小平他们这个团伙，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在全国，他们隐忍下来，默认了各个山头的死灰复燃，所以他们推行了自己的政策。88年是第一笔签字，93年、04年、16年是各届政府对已经支持他们，并且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利益的这些家族进行了签字确认，他们要保护的私有产权是已经获得了利益的这些权贵阶级，并不是对全国人民。作为老百姓，你要是当真以为共产党保护私有制了，那这个当上的并不冤，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话说给谁听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共真正的保护私有制，他们所有推行的这些法则，都是在跟他们的小兄弟打招呼。你们以前获得的，冒着风险去承包、去租赁、去购买了一些国有资产，通过你们的整合，冒着经济破产的这个风险去借的外债，完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些企业搞活了，这些企业就归你们了，你们获得的权益，中央是认可。其实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么个东西。很多人当了真，口口声声要维权，他给过你权利吗？我一直在说，中共现在这个政权，它跟历朝历代延续下来这个王朝政治，它是一样的。作为官员，他只听皇帝的。那么皇帝呢？他自认为是天之子。那么地方官员，他是代天牧民的，他从来就没有拿你当回事儿，你也甭拿自己当回事儿。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人是分等级的，无论是政治级别，还是经济上的级别。你想切换很难。加入中共的这个管理团队，你就相当于清朝汉人抬了旗一样，你就可以分赃了，你就可以当官了。哪怕你加入那8个拍手党，或者说现在设定的一个叫什么呢？叫无党派人士，其实也是一样，政治上他给你盖个戳。你属于免疫、免检，是吧？你就混入他们的队伍。双规呢？移送司法机关呢？那就是他们开除了你的分赃资格，就这么简单。你说我这个人不肯读书，我当不了官，怎么办？好办呀。那王岐山、刘亚洲走的不就是这条路吗？你卖豆浆啊？你有本事，你找一官员的女儿，你嫁了不就了吗？你把自己卖了，你也能混进这个分赃的队伍。如果你哪样你都进不去，那你要么走，要么就老老实实当个顺民。
孔子早就说了，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嘛，对不对？你又怕疼，你又不想革命，你又不想成天受气，那你就跑呗。身在中国，很多人呢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总觉得中国是我们的。我告诉你，49年以后，中国就是他们的了。你一天不把这个制度推翻，就一天这么折磨你下去，你没有任何办法。在中国呢，任何一个政权支撑他的就是这个利益阶层。在过往的这个朝代中，我们一直认为是士绅阶层。中国从隋朝开始科举，到了武则天时期胡明滕穆，一直到清末1905年嘛，大概才废除。那么现在其实呢，它又开始恢复了，叫什么呢？叫公务员考试。考试选官是中国发明的，它破除了文化世家大族之间流传寒门庶子不得求官的这个陋习，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演变到科举，它其实是一个进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哪一个国家有更好的选官制度。那么中国历朝历代的拔举人才的这个模式基本上就是靠它。在中国，官与民、官与商这个界限分得很清。作为一个商人呢，你不能不懂政治，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混同于官僚队伍，你就是一个破经理，你非要开药底，是不是？牵涉到政治你的商人，基本上他的下场都很悲惨。在中国，官员的队伍，他把士绅只当作肥羊，他从来没有跟你对等过。你说市委书记他手上一支笔，这块地我批给你也是批，批给他也是批，或者某一个政策，我签了字，你就可以拿到建设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个奖励，或者说我签了字，你就能拿到某一个国家的拨款，我凭什么要给你啊？这么多商人，我为什么要批给你？你说给我听，你是我爹。所以呢，在中国这种环境中，想让法律来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产权，这是不现实的。现在呢，中共在鼓捣开放金融，希望外国的金融企业大踏步的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其实这个政策已经喊了十几年了，有人听吗？外国人都不敢听，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试呢？你能试出什么来？前两天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两个记者都被警方抓了，你知道为什么抓吗？你是一白人，他只是驱逐你；你是一黄种人，他根子上他就认定为你是中国人，抓了不就抓了吗？那发现不对了放呗。前两天有人在谈这个汇率的问题，我一直就比较抵触，我说你们不用猜，
我们不应该去猜这个汇率，而应该算它什么时候会崩盘，什么时候中央会管制汇率、取消汇市，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那么一个小时以前，有人跟我说，人民币已经破九了，他一直盯着这个东西。那我说你就看呗，对不对？入市以前他还八点几呢，对不对？那完了十几年了，你来回折腾，他是在有控制的、有预谋的，在调整这个汇率。原先呢，是跟中国的贸易出口相挂钩，现在呢，国库里的外汇储备已经不多了，他们现在很难控制了。如果中央政府不进行调控的话，汇市早就应该崩盘了。你参照一下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参照一下现在的委内瑞拉，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金圆券很快，这个曾经的名词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一直警告大家，不要拿中央政府的政策当回事儿，它这个本质就在这儿。中美这次发生的这种对峙，它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中国要变样。经济呢，只有在崩溃了以后，或者说临近崩溃的边缘，中国才会出现改变。一蹴而就的实现民主，这个可能性不大。退回计划经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已经有了一些预兆。失去稳定的创汇能力，粮食进口就会出现大的问题。能源倒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因为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一点：你现在所有使用能源的这些东西，它是可控的。如果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阻碍，那么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没有，真谈不上老师。哎，说句良心话，不能捧我，因为我这个人一捧的话，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现在呢，中国的现象其实就在我们眼前，不需要翻墙，你在国内看到的信息就足够让你知道经济出问题了。我一直说，中国有两个数据是真实的，一是经济增长，你不用猜，它每年平均在7%左右，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以前盘子很低。那么它开始快速工业化以后，它必然会上涨。你这个上涨它是真实的，你是能看得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税收。税收我们看到被压过的这个数据是平均每年增长15%。真实的数据呢，应该在20左右。那么扣除掉前期一些税款逃失，那么完善税法以后，必然的这些增长。另外有一些就是拔高了。前几年我们就听到经济学家在呐喊，中国已经走入了死亡税率。
企业，尤其是这个生产型的工矿企业，未来将会进入倒闭潮。有人听吗？很多人都在玩虚拟经济。知道虚拟经济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一个例子吗？100多年前，法国就是搞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它不叫虚拟经济，它叫高利贷帝国。最后呢，一次大战结束，借给沙俄的金法郎，到现在还只是账面留存在法国的金融家手上。一直到现代，还有人追讨，找普京政府，要求他们归还曾经出借给沙俄的这些债券。你继承了沙俄的国旗，你继承了沙俄的领土，你这个政权就应该继承他经济上的责任。当然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结果，所以你说一个后进的工业国家，你不在工业上去下力气去培养技工，你不在工业制造上去大力的投入，搞这个基础研究，搞这个材料科学的研究，你去玩虚拟经济，全国在这种氛围下进入了一个燥热的阶段，自己真的把自己当作世界上第二经济体了，当作自己是一个强国了。所以你看到社会上有很多游资在进入各个行业，能够让他们炒出来能够变钱的、快速生钱的这些行业，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后面我们看到了债券、私募门槛设得相当低。现在呢，所有的权贵机关，这些权贵的这些能够控制的这些行业，他们有自己运行的这套法则，他们上面有官，有自己的亲属，他们能第一时间拿到中央的政策。你呢？你就是那个代价。在中国有很多人不服气，觉得中共已经制定了各式各样的法律来规定保护公民。别公民了，首先你就不是公民，对不对？你有公民的权利吗？你是纳税的，你是纳税人吗？那么在中国呢，所有的法律它保护的是他们本身的利益，就他们自己这个团伙的利益，它并不是全民的利益。一定要搞清楚一点，我们没有选票，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只有辛勤劳作，让自己勉强获得温饱的这么唯一的一个机会。你要是跟他白扯两句，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按到监狱去了。你想去打工卖苦力你都没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嘴快，你说了他们不爱听的东西，你扰乱了整个社会的秩序。你要是再说我这人挺能白扯，我还喜欢到处走亲访友，我想传播一下自己的看法，对不起，你就煽动颠覆政府了。这几年我们看到的例子还少吗？中共目前这一届政府极有可能是他们掌握全国性权力的最后一届政府。下面中国会走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中共出台的保护私有或者保护所谓的合法收益的、合法权益的、合法产权的，你记住这个合法，谁说了算？他说了算。别说是你，你就是一省部级的大员，你就是共产党员，你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又有什么用呢？你政治上站错了队，你随时你的收入就不合法了，甚至你的生命、你子女的生命都不合法，因为他随时可以让你自杀。中共反腐以来，花样作死的、跳楼的、跳水的，站在八九层高楼，相当一级的干部抓着抹布到窗外去擦玻璃，自己掉下来死的，我操，我都没办法，光是复述我都觉得脸红。你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你能比他们更幸运啊？所以在中国这个社会中，你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你要看他是怎么做，你得看着领导是怎么干的。他要是都开始跑了，你就甭想这个社会再安稳了，因为中国历来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是靠这些权贵、靠这些人去支撑。如果中国真的那么稳定，那么这些人会跑吗？中共现在出台的这些保护私有的这些政策，都是在稳定队伍。因为任何一个统治集团，他需要的都不是钱，钱是他自己印的，他需要人支持他，他需要一个管理团队。你无论这个团队原来是几十万人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中国，是吧？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也就几十万的事儿，你现在说公务员队有7000万了，你就是扩大到1亿，中央的所有政策也是靠他们在执行，他所有出台的政策第一时间是要稳定这个队伍，而不是惠及全民。稳定完队伍以后，下面要做的事儿，对不起了，他就是要割韭菜了。为什么呢？因为供养这个队伍，他要靠国库，让他们把以前获得的既得利益合法化，是稳定人心。稳定完人心了，人吃马喂的，他也得来钱啊，没地方来钱，他怎么养活这帮人啊？所以呢，我们未来将遇到的将会是更暴烈的一些措施，它会不断的挑战民众的底线。要么你就做个顺民，要么你就在它不断的压榨下，破产的人群太多，导致中央集权整体的这种崩溃，各个地方出现一些由民意怂恿或者说群体性事件涉及人群太多而导致的地方对中央政策开始有抵触，最终这个老大帝国还是会出现分崩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快速的变化期。好了，朋友们，半个小时到了，再见。